第十一课，现在几点？课文一。现在几点？现在十点十分。中午几点吃饭？十二点吃饭。现在点分中午吃饭。课文二，爸爸什么时候回家？下午五点。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？六点三十分。时候，回，我们，电影。课文三，我星期一去北京。你想在北京住几天？住三天。星期五前能回家吗？能。住前北京。轻声的功能。老子、老子。买卖、买卖。大意、大意。